是吧？对，没办法，游哥发的太狗了啊！我就说嘛，怎么这个动静呢？给他踢了吧，他不是战队的啊，不是战队的哈，我看头像差不多，我听到。他是什么？我看不清现在，蛤蟆兄弟。怎么了？你们有什么啊？我看不清那个头像。你们那个达拉崩巴怎么样了？哎，我特别顺利。哦，特别顺利。来了啊！都很哎，这怎么回事啊？Hello，Hello。你好，九强老师。Hello，Hello。Hello，Hello。你们是一个队的吗？是的话，我马上就跑。我们是有点东西队。再见。我们就是明天你们歌怎么样了呀？还行吧，还可以啊。整完了吗？啊，并没有。啊，并没。北雪公主队不是退赛了吗？什么东西啊？北雪公主队不是退赛了吗？哦，退赛了，退赛了，退赛了，他们都退赛了。哦，退赛了，哦，没事了。就是明天就请你们就是走个过场，你们是都退赛的，退赛的。对，我们这个其他八队都退，放心吧，放心吧，都退。哦，行。然后就我们队，我们队就得冠军呗。你们哥怎么样了？冠军已经内定了，冠军已经内定了。我们哥还没定。游哥昨天已经打通很多人了。啊，是吗？我们队根本就没有哥。明天我们打算上去聊天，聊半天以后直接就拿冠军了。是我们现在还上一喊麦去啥，本来也不是明天比赛呀。不是，我就是有点好奇。OK OK， 我好奇是游哥老师，你们的游队应该请我心给啊拜拜呀。好的，哎，这啥歌呀？这啥歌呀？这怎么样？你们唱什么歌的呀？你们都排练好了吗？这也学他们歌吧？哪有排练？没排练，就直接就上去唱啊？不是，云南打歌有啥排练的呀？我们。对呀，云南打歌有什么排练的？我真服了，云南打歌有啥排练的呀？不会打歌，不许打歌。你们张嘴。对对对，不是你们说这个身骑白马那玩意儿啥也不爱唱，从来不唱。不爱唱，对不？有的不爱唱，不乐唱，不乐唱，不乐唱。你们说，你们说这些憋不住了，我憋不住了，不行，憋不住了，我就让我。是我没看比赛规则吗？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你还没准备？我们了吗？我们是特别好。我们是中立的，很充实。怎么个好法呢？我们就是奔着冠军去的。哦，你们奔着冠军。那你们唱什么呢，老师？我刚给你点完加号，老师，第一次玩啊，第一次见。我也要点，我也要点。你们唱什么呢？我们唱的是，这个汪峰老师的歌。是哦，老师是哪？是春天里对的老师。飞翔的感觉啊。啊，飞翔。飞扬感觉。我这看不清头像，知道吗？我是地心引力的。地心引力的啊，那我是大地磁暴的哥们儿，你地心引力的，整挺好。大什么呢？我是大地磁暴的，大地磁，我打 B box 的，你打 B box， 打啊，我们一整阿哈被拉了也是，咱们是互相打，咱是互相打听吗？还是怎么说？没有没有，就是没呀，没唠嗑呗。他怎么你们不是就是往冠军冲吗？我寻思我跟旧情啊，我们几个就是差不多就给你们送上去，知道不？我们退赛，你们给你们我们都退，别的我们都退了，那多没竞技性啊！没事，我们带着六十个评委一起出去玩去。对，一块儿出去玩去，一块儿出去团建去。不参加什么？哎，不参加了，参加那干啥呀？没有用，你知道吧？都退赛。你要不也带我一个呢？他四个差，我不乐跟他四个差，我就乐。我们歌都没学，啊、我们歌都没学、啊，我就乐。分词唱来着，分词全分给粉丝了。六几百个人唱啊？对呀、啊，大伙儿大合唱嘛，大伙儿一块儿唱。对，大伙儿一块儿唱嘛，就输出全靠吼呗。这个环节特别的好。就秦老师属于是现在是在人在，他真是地心引力，我知道。他在老家。我问唱什么？不是，秋秋老师，你现在在老家吗？啊，我在东北。你在？你什么时候来杭州呢？杭州应该是长距离就去不了了，有任务有工作就去。哦，那属于说白了。哥别闹了，我搁杭州租一年房子，我搁这儿给我买一套了。你点的谁呢？谁不知道这个话？真的。我这不是哥，我回家了，回家回家回老家回老家了，仅次于鹤岗哥。我实在不行，咱搁东，咱是东北什么地方啊？我搁本溪，辽宁的。哦，辽宁本溪啊，
我这房价仅次于鹤岗，还好吧？最起码老沈老沈那便宜，老沈那个便宜，最起码比大庆强。老沈，哎，老沈是在鹤岗还在佳木斯？我忘了，他在鹤岗吗？他在鹤岗啊，老沈，他对这老沈最便宜。他那儿还也不是说最便宜吧，分地方。分地方也他那偏的地方这是便宜，我这偏的地方那开玩笑，100多平阁楼20000多块钱，4万。老沈努努力，一个月一百多平什么？一个月挣个30万的话，直接那掏4万多块钱。什么？为故努努力都能当那啥了，都能当、那个、都能开发商了，都能当开发商了。哎、对，努努力都能当开发商了。哎呀，我这阁楼都没人买，几个菜喝这样？不是，我喝咖啡。啊，喝啊，咖啡，咖啡。那格力那边什么房价啊？格力那边，你说是哪个地方？老家吗？就是你现在待那个地方。我现在待这个地方。哦。我现在待的地方20000多，最贵的。两万多一平。两万多一平。我赢啊！我椅子坏了。两万多一平。我那也是靠背。我真服了。啊？那实在不行，我给你们发个链接呢。我这椅子坏不了，我上你家取一个呢，刘哥。俺们家就一把椅子，那另一把椅子让呆子给那顺走了。你不是那个？哎呀，又是呆子。不是那个腋下疼吗？你站着播的。我站着播那不更疼吗？我还不如坐着呢。咋的了？打台球去了哥？没有，不是打台球，打篮球。打篮球。你知道纪然吗？属于说是一个什么呢？我跟你们这么讲，那个勾歪老师就是属于都了解吧？勾歪老师啊。勾歪老师属于是有点人高马大，所以说他往我前面一站就跟一堵墙一样，我看不见。然后我一个华丽的转身，既然正好直接就是冲上篮下，我直接就嘎嘣就撞上了。就是我篮球不太会打，就是我能不能参与一下子？如果有机会的话，有那我就是问你为啥就是没来杭州呢？就有机会的话，我准备去参与一下子，我也不用打，我也想参与一下。其实你怎么防人就行。尽量我都摸球，你就在那个框底下站着就行了。我看有球要进了，我蹦起来，我光给球打出去。哎，对对对，你直接坐在篮筐上，我跟你说，我给你举上去。是怎么是这个成人篮筐吗？就是那种专业比赛篮筐吗？专业比赛，对对，9米6那个。那个9米6那个，就对，你说那个是跳水，哥们，9米6那个。你那个是跳台，兄弟。就行，好像1米9，你属于是你要不。哦，我1米9，他1米9多，多一点。1米9那不用我举你，你自己就上去了。那不用，蹦起来够呛能摸着。1米9多，他得举你。都那么高啊？老高了。我们这几个都矮。微微多高？微微啊？我呀，我1米6。1米6哦，那你跟阿克里是一样。那还有点自信。1米6其实都强锁的，1米58往上加2厘米，凑合。啊，那你得跟那个谁似的，跟那个二哥似的，属于说的，你得买一个那啥，你知道吧？就是轮胎鞋。轮胎鞋，我买个弹跳鞋不行吗？哎、就一蹦起来，弹跳鞋不行那种。哥们儿，轮胎鞋是什么呀？就是光小孩玩那个，一脚往上一蹬，有个小轮，一边滑一边亮灯一边唱。你那是滑轮鞋，那是滑轮鞋。那轮胎鞋是啥鞋呀？轮胎鞋。轮胎鞋属于是巴黎西亚嘎的一款性感的那种，搜一下就完事了啊。那啊啊啊，轮胎鞋那个属于说是外增高11厘米，轮胎鞋外增高11厘米，哎，巴黎西亚嘎，巴黎世家的那个是吗？那玩意儿脚大崴脚，脚脖子哦，这个、脚踝骨都得崴稀碎啊。这款是吧？这款我今天在德物上看了呢，说呢一般人驾驭不了的双。今天看了看，我今天在那看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有一双，基本上。是这双吗？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基本上都有一双、啊。对，是的，说一般人都驾驭不了这双啊。那哎，这个鞋那都崴个脚，那脚脖子多疼啊！这个鞋的话，不建议去打球，就走路穿呗。不是，建议去跑 F1 赛车。真能蒸那么高吗？啊，能。微微下单直接，我不下，我不买，我直接我就是买一个。我那天我上优哥家，我把优哥的一双偷了，偷了我给他卖了。你多大脚？46。哎，谁微微啊？谁呀、啊？嗯，你多大脚？我41、42啊。那你穿不上我鞋。你多大呀？我45。你45。我46。没关系。正好适合我。哦，没关系。45啊。正好适合我。你这鞋就是我这脚就为你这鞋脏。我45也能挤一挤，反正。你45挤挤还不得劲儿，我45都够挤的了。
哥，我四五能挤一挤。你四五够挤停的话，那明显不就是四六的了吗？差不多吧，四四应该是四十四的，四十四的号。四十四，我多穿几双袜子呗。我要是穿六双袜子的话，估计应该是能挤上那点。鞋码小，对，反正是偷了卖了，也不是说我穿。咱说你们，我发现你们穿的鞋都好潮啊，我穿的鞋都好卡通啊。咱们还穿迪士尼呢。迪士尼吗？咱们不会穿迪士尼鞋吧？那天老朵还跟我说来着，哎，谁闲着没事上趟迪士尼看看呢？我说你多少女心呢？我这两天穿这双鞋，我也不看一眼啊，看一眼怎么事儿？我就是我出门就是我这两天穿这双。哟，你这个鞋是真是够粉的哈！啊，我喜欢穿那种艳色。哦，属于说是喜欢穿板鞋，我不乐意穿点板鞋。我这两天穿这个出门、哎，这个颜色不太好找吧？这个，这个颜色的配色花了我299，嗨，嗯，这鞋可舒服了。真是迪士尼，我以前就愿意穿点什么空军呐、AJ 呀、现在不穿了。我是不乐意那啥，我是不乐意穿板鞋。我因为板鞋我感觉不得劲儿，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之前穿跑鞋穿习惯了。板鞋本来就硬，有点。哦。哎不，现在的板鞋软，现在板鞋真软。我这两天穿这双鞋，我刚搜着，我这两天穿这双鞋，就是那个。乔丹他哥代言的那个这款啊，太好了哦，拉拉队这双、哎、拉拉队这双、哎、乔丹他哥代言的、哎、拉拉队这双哦，人家乔丹是拿一个，他乔丹他哥拿俩球，对对对，他拉拉队、哦、其实两不是球，那俩其实是那个、就是、明白对杠铃片子什么那玩意儿，铁球、哦、嗯，对，我这两天穿这双，乔旭老师这双鞋能有四六的哪个是我放那个吗？有啊，他家最大号四七。没有，乔老师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他也有点内伤，被性感六九老师的肘击，属于说是肘体操王子，操体操王子。我们天星天万篮球协会属于说什么呢？舅舅老师什么时候来一趟呢？篮球协会真的，我篮球协会会长，你说开玩笑呢？你怎么你笑你？你笑你？就请老师给个链接。他们都喜欢我这双鞋。B B， 你那鞋跟这个有啥区别吗？有区别，这是他姐，这是他姐，这明显腿太细了，这是他姐。有啥区别、哎？我那个明显是乔丹他哥，你知道吗？哦。你们这真是，不行，我真的买个凳子，这凳子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有点不舍得我这凳子。有三五的吗？好像有，他家男女同款。怎么全在问我？我那双鞋呢？他家鞋子我有八九双呢，他家鞋都挺好看的。都挺便宜的，价格就五六百，就是那个最近这几年挺很火那个国产那个星星鞋，小米啊，不是星星鞋啊、哦，就是这个，哦、就是我他家那个什么之前那个星星面包鞋，好几款我都有，嗯，星星鞋，对，就他家那个鞋，他家鞋真便宜，最贵的好像也就六七百一双，就是那种联名款是吧？不是啊，他不止。关键他家鞋就是挺，反正挺便宜的，什么青花瓷的那些是吧？差不多吧。然后我就他家这个鞋最狠的是这个鞋跟啊，他家的鞋跟没有一个薄的，最次都是四五厘米的。穿着舒服吗？穿着舒服。就是你要穿这个鞋四五厘米的话，你怎么马上就两米了吧？我就直接一米九五以上。啊，一米，哎呦嘿，真的。那你要穿轮胎鞋的话，你两米多了。伸手摸篮筐，直接就，哎呦我的妈！哎呀，这是什么？哎呦嘿！这个是那个，我知道这个，这小胖人儿，这是乔丹退役发福了。你看过那个动画片吗？他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叫怪物，这个怪物许社，这是里边那个木乃伊，那个大胖木乃伊，精灵旅社，这奥尼尔，我真他妈服了，这奥尼尔，大胖木乃伊，奥尼尔，有点那意思。有点奥尼尔的意思，看奥尼尔上篮有没有找奥尼尔上篮？有的是。奥尼尔最搜的最多的不是上篮，奥尼尔搜的最多的是他的舞蹈，还有他扣出的篮板。不是，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奥尼尔，还有和奥尼尔同款水平的，同款矿泉水，能不能和那个他拿手里像狗不夜似的，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他拿那个水真就跟狗不夜似的，我的妈呀！哦，那是两米几的，
两米，反正他挺大，他挺大一只，反正两米多。你正常矿泉水，他拿手里是口服液，你一大吧，太吓人了，老吓人了。奥尼尔老可爱了，奥尼尔的舞蹈非常的可爱，奥尼尔扣碎篮板，就是扣碎的篮板也非常可爱。你就姚明摸咱脑袋嘛，也跟摸鸡蛋似的。哥们，我都怕他给我拎起来提了我脑袋一个手啊，真的给我抄起来的，太高了，太高了。他提了起来，你提了个脑袋，你过来了。哎呦，真行，真是他，哎呦我的妈的，矿泉水。哎，咱直播间还在讨论鞋呢，你们跳过这一趴呢？咱是28号就比了是吧？对，28号第一场。那明天是干啥呀？明天6点开直播嘛，进队长直播间，撤出队长直播间人数峰值。嗯，先聊酒。找着了。对，就这个吗？看。对，口服液嘛。口服液，跟不口服液似的。太吓人了，我的妈呀！太吓人了。怎么长的呢？都是咋长的呀？天哪！你那个手，手太长了。嗯，我都感觉他一手能给我脑袋捏爆。多恐怖啊！脑袋，你脑袋有没有篮筐硬吧？我就问你。我肯定是没有，对吧？他能篮筐没有，对吧？我以前看篮球比赛那会儿，我都觉得身高啥都差不多。后来对那种高身高没什么概念，直到就是有一次在北京坐飞机，嗯，然后候机的时候就看到孙悦了，就是打篮球的孙悦，他们正好是北京队要到其他地方去打那个 CBA， 去到其他城市去打那个职业联赛，他们可能在北京转机，要看着我是真高，真的高，不是。关键他们比例跟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一样，腿太长了。对，也还好吧。你马布里也没多高，马布里也就1.83米，实际身高也就1.8米。我看着马布里了，我就拍了张后背照。哦，挺酷。我之前在那惊人的弹跳力呀，哥们儿，你跟人比，那不关。之前在国外的时候看过那个罗斯，就是罗斯吗？对，公牛队罗斯，罗斯去打那个。那个叫什么赛那是不是赛，就是那个表演秀，嗯，表演赛吧，就属于是表演赛，属于说是，然后抢了一双他的签名的球鞋，那太好了，直接上手抢的吗？不是，因为我长得高，估计矮那边就是人是有点矮，我说白了，关键也是真给呀，是真给，每场都给，真给，每场都给。上手就直接抢是吧？就跑对上手直接抢，哎呦真厉害！就你摸他脑袋，他签完你摸他脑袋也跟摸鸡蛋似的呗。我摸他呢，哥们儿，你老摸鸡蛋干什么呀？咱说，不，我说那意思，我说要真是鸡蛋的话，那应该是卤蛋。颜色不对。嗯，再次感谢，谢谢。真行，我老久不看球了。哎，你们分完词儿了吗？姚队。我们歌都没选好呢，歌都怎么没选？不是你别整了，身骑白马，身骑白马我唱啊，你们别唱。行，你这我上去我就整，我直接来个 solo。妈闲都他妈退群了，是吧？闲都退群了，我们队现在四个人。我们主打一个4分5力。是，为什么呢？破赛，就破赛，破赛。没有，就是根本就是不用说那啥分好词儿啊，不用那个啥，弦队到时候直接就是到现场唱，不会拿出来放烟雾弹吧？不会说出来放烟雾弹。说我这直播间，你说我这直播间全跑偏了，全是鞋，全买鞋去了，我真是，哎呀，实在不行你给他们上个链接，你说。不行，明天我申请个小黄车呢，我开通一下吧，我给你们带货。哎呀，这一台不要紧，你就看吧。虚拟资质，虚拟资质带没了，以后真成带货主播了。带货主播了。哎呦，太吓人了！这几十个 W 的这个小电人，白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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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真行。我也想做你们这个。做呀做，
还没下好决心。我动捕服到了，我箱子还没拆呢。你就现在就做，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做，知道吧？然后你给你几个月下下一个，给你几个月下决心的时间。在门口的也拍，门外放着呢。我到现在箱子都没敢没打开啊。什么？我说你不做吗？我呀，嗯，什么时候排上什么时候做呗。就已经有这个打算了是吗？你得先约，你得先排。对，你得先排，嗯，你得先排。老吓人了。哦，还得排，大概等多长时间呢？嗯、大概等排到你再说。等不了多长时间，先等着呗。那不做了，先等着的呗。明年这时候咋能弄用上了？嗯，先排吧。我也是排了很久才用上，才排上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挺好看。我是去年表哥他们出了。就你们这个刚出呢，咱排了，咱没排呀、啊。然后我就排了。那你说半天，我以为你排了呢。我没排，没排。哎，谢谢。我这边估值就是一手报名，不然我也不能出这么早，二月份就出。好好是想做就做呗，反正能做就做一做呗。嗯，挺好的。先排。对呀、啊。再说吧，我再下定决心。汾酒实在不行，我给你洗洗脑啥的。汾酒再多喝点。排吧，这玩意儿你就排。那你还在向上山西，你工作那不就得是投资吗？对不对？对，投资。我投啊。我投，我真的。你看我这一年啊，我换了个 U87，这套全电脑全换了，目光所及全换了，我连我电脑傻牌都换公牛防静电的了。哎呀，我怕打雷给我电脑劈喽。你 U87 几多少个拿的？我两个，我也想换一根麦。我现在这个麦克风怎么就感觉有点受潮了似的？幺幺啊？对，不是，我是那个双子座。你用手持你能用习惯吗？手持可以，我手持用老好了。我手持用手持有感觉换手持啊、哦。你建议买二手的吗？你什么麦克风吧？9000？不是九不九千？你什么麦克风有9000？森海塞尔9000啊？啊，森海塞尔9000啊？老总给我安排了一个，就是森海塞尔的一个 KK205，那是头啊、哦。我要换，我肯定不能换次的呀。我这是9000的杆，然后205的头，6000的接收器，6000的接收器。那么此时此刻，阿格里格力老师，你是？我是双子座，咱俩一样啊。对，咱俩一样。双子座不沉吗？是沉啊，他反正不能手持。也能手持，双子座烫不烫手？你给我说实话。还行，就是电子管，我总觉得还是。你冬天可以捂手。但唱歌非常大的人，也不太适合他电子管。不太适合用电子管，电子管会爆。对，我现在我有点是高音，往上一唱就容易就滋啦滋啦的。那还你还是直接就是要么手持电容。对，哎。要手持就对，就拿手持就完事儿。我星座也是双子座，谁说星座了？人家说麦克风，你那谁说谁星座不是双子座的？谁星啊？你星座双子座、啊，就拿个手持，对，拿手持得了。啊，不行，昨天他们问我，你拿个500，说我啊？我说优哥，不行，拿个500也行。500？什么500？塞尔塞尔的500啊？哦，我寻思500块钱卖过呢。啊？没事儿，无所谓，都哥们儿狼藉的，就是能咋的？手持吗？是吧？你要500块钱卖，我还不好意思收呢。我给你600块钱能咋的？是不是？我不好意思卖。我现在我当务之急，我应该赶紧买个画放。我他妈不好意思卖。画放，我告诉你，就是你就逆付5035。我不大额吗？你别大额，大额5035啊？大额多少人用啊？说价。5035。说价。5035、啊、拉满，直接就完事儿。对啊，直接拉满就完事、拉满就完事了。嗯，关键我用那玩意儿，我 baby face 它配吗？为什么你给它换了啊？对啊，我 baby face 咋整啊？卖它呀，你卖给微微呀、啊？他用不上，哦，他用不上、啊，卖给格力、啊。哎，我有了啊，我用的就是、啊、有了。我 baby face 买的时候才6000来块钱。哎呀，不是买的要6000来块钱，你上群里你卖瓜皮8000收了，卖瓜皮吧，8000收了。
我那个 baby face 属于是我一般都是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闲着没事拿手机本用的。我这是原装德版的，德版的 baby face， 不是国行的。哦。现在不全是，但是我真觉得就是你可以换个那个天琴座。换啥呀？天琴座呀。对，天琴座。实话还是假话？实话呀。实话别换。怎么呢？实话别换。怎么呢？假话就换吧，实话别换。天琴座真不咋地，说实话。我用的就天琴座。那我有没有可能我直接我整一个玩不行，我整个阿波罗呢？阿波罗呀。嗯。阿波罗多少米啊？阿波罗几？阿波罗啥？不一定，它有好多款。我这是X6，我现在用的是阿波罗，我用的X6，特别费劲，反正是。啥座？星座。反正是特别费劲。首先来说，你买阿波罗以后，你电脑主板你得换一个主板，主板上你得换一个雷电口，然后吧，你还得去买一个正版的阿波罗授权。听不懂吧？听不懂就对了，前面给你们普及点知识。就是我们歌手基本上一般就全下来，反正全下来那个声卡那声卡没多少钱，画画那声卡不到两个。麦克风、声卡、画放、效果、机箱、显示器、电脑桌子、耳机的这一踏下去，又买个房，我和我这。哎呀，你就看我这些不是就行、啊，又买个房就行啊！你换阿波罗，你的那个电脑，你还得加、你得加口。我得加口。你得加口，你得加那个雷电口，你没有雷电口不行。哎，真行！哎呀，没事，一咬牙就买了呀。你对，你看我这一年我挣点米全投这里了，我目之所及啊，我都目之所及。你想想来到新天外的，想来到新天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把最好的音乐带给家人们听？我这电脑桌是8000还是6000来着？反正忘了，反正就六千。你他妈你电脑桌你投那么多钱干嘛？我电脑桌300，我椅子170，我椅子坏了，现在我电脑啥电脑桌6000啊？升降的，肯定是升降实木的。对，我升降我也没6000呀，实木的。你实不实木？我升降了，我也没6000，你是不是叫人坑了？实木，你看我这个多大呀？我这1.8乘1.5的，是不是一个声？是不是一个？我这1.7乘1.8呢？哎，我的妈！你这怎么那么大？我就不说我的了，没事，我的就是。然后电竞椅，这电竞椅是2600，600多，我的妈！那差不多，椅子可以给你拼一下子。椅子，然后报价多少？你们干这么贵的？我170的椅子。丽丽，报价。好嘞。不是椅子，你要坐舒服啊！你不坐舒服的话，夏天的话，哎、对了，要刺挠，你知道吧？对。夏天，我坐椅子，我废椅子。我原来买过好的，1000多块钱买的，我买了几个月，3月坐坏了。我老在那雇佣尬游，知道吧？那是刺挠的事儿吗？那是不是就是尬游。我现在我也是，我现在也是。对坐骨神经不舒服，你别管是坐骨神经还是皮肤外表，他都不太得劲儿。反正坐着就不行，椅子一定要买个好的，因为我们天天坐着，你知道吗？对，然后我这个悬臂支架是几百，6-700，真行。这个悬臂，麦风，2万出头，耳机3000，来来来，这样来，我们来一把那个什么，我们来一把那个就是现在的桌子上。你有什么？我有你没有吗？对，可以。来，我把手放上来啊，别嫌弃拿去啊。放上。那个谁抓个币呢？直接团哥，别来那个。哎、你再等会儿。你干啥的？你干啥的？怎么还把抓个币吗？该从放过来了呢。抓个币。不是，抓个币啊，马上就来。哎，来了，行，我自己单曲循环了。谁先开始？微微先来啊，伟哥。我先来啊。嗯。我桌面上一共1、2、3、4、5个鼠标。你整那么多鼠标干啥？整那么多鼠标干啥呀？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有线鼠标，有3个无线鼠标，然后。是为什么之前还有4个？那么今天董老师老董又给我买了一个狗屁王。哎，狗屁王我有同款，放那么多还锁4个鼠标，我不管，反正你就说狗屁王了，我有。没有，我5个呢。为什么要这么多鼠标？谁到了？就看着得劲儿。你这个不符合常理。对啊，
不合逻辑，看着得劲儿啊。咱说得有那种符合常理，你不能说有个数，哥。对啊，你不能说个数，你就说有啥没啥，就你有的电脑桌有的东西我没有，你不能光机你，是吧，哥？你数量取胜了，你数量取胜。那我说一个，我有水平仪，你们有吗？没有，上次都是水平仪，这次又有水平仪，你没收拾。放个桌子上有水瓶子行吗？差不多。我关键是什么？就是水平仪是什么呢？就是我得看他说的，就是平不平。我有水杯。水平仪，水平仪。我拿水杯就当水平仪。你拿水，往里倒水、啊。我桌子上有水瓶子，哥，你像个瓦匠似的，哥，你整个水平仪。我还有螺丝刀子呢，我是桌子上，桌太大了。我往里倒水，我就知道这桌子到底清不清晰。我这电脑桌摆的满满当当的。你这样的吧，你这样的，咱们现在这么玩、我们现在给电脑桌拍张照片，把东西都拍里，我们放上来，对比着来。太大了，这没法拍。离远了拍，咱对比着来。你现在你想加东西，你快点，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加，我什么都不加了。不是，你这样，你说一样，然后你发一样，说一样发一样，那也没毛病。行，这样吧，好吧。行，说一下发言啊。哎，行，来吧。我电脑桌上没有什么离谱的东西，你来吧。我电脑桌上有大蒜。啊！我给游哥发过去了。不是，你得露出来。我露出来，露出来，露出来。哎呀，还得加出来。为什么电脑桌上有大蒜呢？看着了吗？我电脑桌上有大蒜。你怎么电脑桌上还有大蒜呢？我昨天吃饭，我拿两包过来，我忘拿回去了。唱歌唱急眼了，吃两头，压压。我电脑桌上有大蒜。你然后来到丽丽。我没有。我也没有。我都没有。OK。丽丽，来，丽丽来了。大蒜，你真赢了，大蒜。我那你大蒜，你是真赢了。那我电脑芥末还狠呢。我电脑桌上，有一次性手套，直播吃蒜，我的妈，你是套？我桌子上有，我没有啊。我桌啊，手套是吗？一次性手套。有手巾行吗？我给你拍一下子，我电脑桌有一次性手套。这玩意儿必须得有。哎，到你们了，有没有？没有。一次性手套。老师不会拍的是以前的照片吧？不是，我等会儿给你放出来。有一次性手套。等会儿，哎呀，我挡着点儿。前面人票往上上一上，前面就溜了。打人票呢？哦。把他们手杖送一送。把他们手杖过去送一下，送一下来。手杖送给游哥老师。你看。啊，一次性手套哦，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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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明白了，你肯定是吃外卖、吃炸鸡的，对对，吃外卖到那儿的啊，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的桌子上略显平庸了呀，啊，要比的话，咱你们肯定输了，你们输定了，真的，真的吗？桌子上真的太杂物太多了，我给你们拍一个。我要给我家狗抱上来不算犯规吧？那你要给你家狗抱上来，我就把董老师喊来了。先打董哥，董哥，好好，哎，好好好，没事，我桌子上无所谓的，这个应该行吧？这是啥呀？水杯呀、啊，大运动水杯，水杯，我去。谁说他没有能没有水杯呀、啊？就是水杯啊，咱东西别说运动啊，就是水杯啊，就是大杯，这是吨吨桶，这是。你别吨吨桶，我桌子上有冰霸杯，就是水杯。不行，水杯，水杯没有啊。你得是桶状的才行。没用，没用，哥们，就是、你桶状的，哥们，就是水杯。捅谁现在不犯法呀、啊，哥们，别捅。嗯，没有，你们偷个概念，不是这个、啊。就是水杯啊，有杯子，有杯子，嗯，有，我也有杯子吧，我就不用杯子，有大冰霸杯，大油哥，来看我也有，你看，等会儿啊，
我这么来。我这桌子上没啥东西了，我没啥东西了。啊！我今天刚打扫完。你的桌子太整洁了。我刚打扫完上那个下午。来，老总上桌。咱们给你来个这个吧。来一个。我还得拍一下子。哎呦我的妈！我是不是得事先先把这些？我还得抖出来。我发给那谁吧。你发给我吧，我发给你。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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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幸不行，星巴克。我不喝星巴克啊，哥。有，没毛病。真有啊？真有啊！我给你拍过去。我有。你也有啊？你们都喝星巴克呀？就咖啡呗，有。星巴克。星巴克不是咖啡啊？星巴克怎么样？是不是同款？我看。你看哦，你这个你那个你吉他呢？谁吉他能放桌子上个没事啊？你那个是外卖？呀，说的是星巴克，你跟外不外卖有啥关系？我这是看星巴克的杯呀、啊。嗯，你那个是外卖。我不喝星巴克，星巴克贵。来。微微你来，你再来一个。我呀，我真的我上面这个杂物的东西太多了。我就这么多，简单一点。下面人气票甩一甩啊，前面再往上冲去。简单一点，游哥你说吧。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们肯定都有。哎呦，挖耳勺，我是给你同款的。是吗？我一套。我也一套，我桌子上我也有，我也有，在我这钥匙上。一套，我给你同款的。挖耳勺。不是桌子上都放，桌子上你们都放挖耳勺啊？有的有。你说钥匙啊？我挖耳勺在钥匙上。完了，那就行没有。我挖耳勺就在桌子上。那我挖耳勺知道，我说个男的好了。真事儿，我这一套。说男的好了。是不是小蓝盒？小蓝盒是吧？小扁盒的。哎，十件套。十件套。什么指甲剪、指甲剪啥的都有。到就行了，快。还有八分钟啊，快！我电脑桌上有烟卡，什么卡？有，我桌上有烟，烟卡不是不行，烟不行的烟卡有，是不是烟吧？不行，烟没有用。那吨吨桶都拿水杯都代替了，你烟卡我烟还不行吗？那不是一回事儿啊，哥们儿，是一回事啊，为什么不是、啊？那我换了。等会儿，烟卡是什么？我给你看烟卡是啥？我看一眼，我没见过。先把人票再往上一上，先吧。这个就直接我就把我这个电脑桌上两个东西给你们展示了。你要是烟卡不行，我就马上就换。我给你看，这就是烟卡，哥。这不是幻觉。这啥呀？就把烟盒把烟盒叠起来。烟盒叠起来。哦，把烟盒叠起来了。对。注意看下面这个。字贴啊。对，我电脑桌有字贴。有。什么？字贴。我桌上有卫生纸。有，这个有。哥们你没话了，哥们这个就最好别说了，这个太有了啊。你字帖也有纸，我这也是纸。哥们你有病啊，哥们怎么了？我就好搁纸巾上写字。哥们你有病，我这是练字字帖。我就搁手纸抽上练字。你搁纸抽上练字是吧？我画田字格。别爬了，到谁了？好好到丽丽了。
我桌上有桂皮，有陈皮，桂皮。那就是橘子皮，陈什么皮？陈皮。有陈皮。你就吃完橘子没扔。我有陈皮。陈什么皮？陈皮。我有陈皮。就茶呗，就是。陈是皮，陈皮是陈皮，茶是茶。陈皮那不就是茶吗？哥们儿，茶是茶。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没有陈皮，他有橘子皮。表哥。这时候哥们你的陈皮你那就是你就是吃完没扔。真的我这真是有陈皮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啊，我给你整出来这个。哎，我那个是哪儿？你那个陈皮，那个陈皮不太好使。你看到啊，好使呢。你那个陈皮不太好，你看我这个就好使。我给你倒一下子啊！起码是你有，我必须有。我们公屏说这么说。今天晚上就是你有，我必须得有。你有，我必须得有。就不得，你看啊，是这么个意思。陈皮是吧？哎，看好啊！咱就不拿酒皮了吧？你想，哎呀，那咋没用？那微微这俩字用得上字帖，我不写别的字啊。那都不好使，那都，你就看了吧，你那个是。陈皮，我告诉你，你说我这公平，我盘个串也不让盘。我告诉你，陈皮它就是茶的一种，你知道吧？我嘎嘣，我直接就是茶。啊，那我之前我就，好好好，那这么玩，我嘎嘣掏出我的西方炒皮，你就看看吧，这就是茶。嗯，有皮就行啊。哎，这我有它，你有皮就行啊。我昨天吃剩的鸡皮有个皮。嗯。来吧，游哥，有啥？到我了是吧？来来来，我来展示来，你就看了吧。这玩意你就整吧，哎呀，等会儿啊，我一个一个的，我全给你们展示出来，我桌上我底这玩意儿，哎，等会儿啊，我保存，等会儿啊，另存为，来，你们来先，你们先来一个这个，我看怎么字儿，先啥呀？看一眼是啥？有来了，等会儿，木叔，等会儿不是。是给猫猫输同款，你怎么你家养猫、啊、没有用？我你别你看我刚摆上，下一句我就要放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咱们不能猫猫狗狗歧视吧？我也有。你真的你说，咱俩是什么？你是你看我猫啊，我天天在这，我天天你看我刚才我下一把我就要说了，剪指甲的那个指甲钳。要不然咱俩是一对的，要不然真的，我刚要说这个，真的，哎呦，我也有，我在楼下呢，我那个，我刚才买的是同款的拍包书，啊，有，我家猫平时不上楼上，一念词儿啊，但是我天天这我也不给猫梳，我天天自己梳头用，哎呦嘿，那你厉害了，我天天自己梳头用，我那掉毛不？不掉，掉头皮屑，行，掉头皮屑，来，你来，你再展示一个，我看怎么到我了是吧？我这个你们可没有。我桌子上这个你们肯定没有。拍个照啊。啊。啥呀？这啥呀？怎么拍？酒起子呀。酒起了。你给他喝。但是我也有，哥们儿，就我有。哎，你说我拿个什么？我拿个打火机，我给他起开，是不是也算酒喜了？哎，我正要拍照呢，我正拍照。不是，我借了跟那个什么都那啥，借了跟我桌子上有没有没关系。啊、我太多了，我上面啥有？啊、我桌子上药有七瓶。我用牙给他起开不也算吗？不是，那不是玩赖吗？哦，来、啊、开瓶器。哎呦，哎呀 ，OK OK， 这场游戏真的就是你有我必须得有，不管怎么开，反正就得开开。来，格力到你。我桌上有垃圾袋。垃圾袋谁没有啊？啊，你换一个。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啊？那谁？哥们儿，我开玩笑，我们都能出现开瓶器。哦，我桌上有钢铁，我桌上有钢铁侠。我那你那么唠嗑，我桌子上有海绵宝宝，还有派大星，还有章鱼哥。我也有，你输了。
哥们儿。我还有小玩意。谁电脑上不摆点小玩意儿啊？对，我是没拆封的，反正。那我有啊，那我桌上没啥东西了。我有，我在公司拿俩奶龙回来。那我就我到我展示了吧，润唇膏、小刷子、牙线。哎呀，牙线也有。手串，吸管。吸管有、啊、这个软弹枪的泡沫软弹，软弹枪泡沫软弹是干啥呢？我的妈！你们这个等会儿啊，来，我给你展示个这个，你这个有吗？我桌子上的猫罐头，没有没有。猫罐头为什么放桌上啊，哥？他饿了，我估计游哥要吃点儿。我先我先尝了。不行，我得撤了，哥，你们了，你们行，好嘞， okay, okay, 你先撤，先撤，先撤，我先撤，回头咱再玩。好，咱们沉淀吧，沉淀吧，沉淀，正好。行，我先撤吧。OK， 到点了，到点沉淀，沉淀，沉淀。OK， 好，撤了啊。沉淀，是吧？拜拜，拜拜，拜拜。OK，OK，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嗯。咱们人气票在网上上一上啊，亲们，咱们在网上上一上，前慢。哎，我现在再多说几句话，再帮帮我。你看这没这一会儿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谢谢菊仙贝的会员啊，谢谢你再回去练，我练什么？丽丽看直播看开心吗？哎我第一次感觉融入，跟你们一起都融入了没啥干的，咱们就欣赏一下，其他老师胳膊是什么样的，学习一下。跪双雪琪姐，不用谢。哎，他怎么不还歌？他是没有歌还了吗？这怎么今天咋的了？哎，哎呦，咋了？这个帅哥是，是阿格里。哎呦，谢依兰啊，谢依兰会员。手能动吗？手能动他吗？手能动，就是。比个心心给我。建模加错了是吗？哎，我比的是心呢，他怎么？姐们，他要侮辱你，他这个没办法的。家人们，我跟你说实话，阿格里，我真无语了，真是。谁知道他给你露出来个这个？真无语了。谁知道他露出来这个？无语了，家人们。我无语死了，家人们。我先好好给你秀一下，没秀明白。咋的了 ，Q 呢？啊，等会儿啊。嗯，咋的了？停，等会儿啊，要跟我说点小秘密。等，你拉我。哎呦，那个等会儿让你给你连网红。嗯？你连网红。连个网红？我不就是吗？谁呀？我看不见他呀。那你看王鼎鼎能找他吗？你看能找王鼎鼎吗？你拉他一下子。哦，那个网红啊，倒是。你
你看你拉他也能不能拉他？湖南河南最火的都主播呗，现在。哎，大梁是干啥的呀？顶子好像是不是找不着他？跟路子 PK 呢？哎呀！哎呀，好哥，好哥哥，哎呀，这网红，哎呦，真大，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给今天带那个新天麦地狱驱魔师跟连连麦，驱魔师，开心开心，快乐快乐。咋这两天风水不好？这个笑容是怎么整？我带我们新天麦第一尬王，太好了，那咱们相互之间都已经这么熟悉了，就不说那些废话了，开始。你谁呀？这主播干啥呀？露脸的主播打 PK， 啊？不唠嗑吗？不是唠嗑，不唠嗑。唠嗑那玩意儿，唠嗑啥时候不能唠啊？这晚上这个点就少唠会儿嗑，多打会儿 PK。就晚上这会儿嗑才好唠呢。哎呀，这玩意儿搁被窝唠才好香呢，你就搁打开直播就打 PK 最好。顶顶是不是换麦了？这小这麦，换好长时间，换好长时间。你那些麦你不用，你送给我呗。我也换了。啊，顶子。我哪那么些麦？我像批发商似的。你弄些麦，你送给我两根呗。我都卖一个换一个，卖一个换一个，卖一个换一个。我这扔菜，你当我真整的那个保鲜柜，我嘎嘎放好几个麦克风。哎哥，啊，卖你一根呗。你不要，你拉倒，你上回给我整伤心了，算了算了算了，别整了别整了。没，你听我说，那个麦吧，咱自家的麦谁？他不适合你，我又换了个，换了个幺四九。我寻思我现在我不用，我自己买。我自己买，兄弟。整双新的家伙，整双新的给他完了，一次性。他是不是他可能是喜欢用心卖，对，就是有主要是大洁癖，主要是大强，大强喷的喷的人嘛。对，我这人吧，我这人吧就愿意用新麦克风喝点椰子，有洁癖，喝点椰子水，有洁癖，有洁癖。我那个防喷雾罩一点用没有，大强那个大强那一，哎呦我去你妈！顶子为啥不用那个防喷雾罩呢？我割播的时候我就不放那个嘛，不放那玩意儿，这就挡脸，挡住我俊俏的脸庞了。我瞅你那个防喷什么样？就小小圆的，小圆儿，放大镜，多少影响我帅气的现帅气的颜值输出，属于是。好，那来呗，整一把，整呗。行，提前定惩罚，我俩带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做图挂破件啊，做图挂破件，我给你看，就是挂做这种类似的，哎，上次谁跟谁是顶的跟，哎，哪是谁跟谁，老多了，都挂这玩意儿都挂泛滥了，挂的现在都，是不是王顶顶跟赫赫是不是有一个？我也是 play 中的一环，你刚才那不就是吗？我跟王赫赫就干，是完事那天我给那谁揍了，我给安心，我不是是谁？是弟弟还谁？你们让谁挂了？是云还是谁？还是安心？不重要，我今天主要是我想揍你一把。不，我也赢了，赢了我给上面让他加那个俩狗。你多少分赢的？忘了，大概多些分啊？加俩字儿啊？几个年华啊？大概七八个吧。那要不咱改天再打呢？要不？我说丽丽那边也老猛了，你俩今天这么狠的情况，我这就紧着。没有我撤枪啊，对撤啊是撤不是撤枪、啊。我不行。七八个玩小玩意儿能行，你上来七八个的情况下不，我操！我上来包破十万的，包破十万。那咱仨就打他呗。那对呀、啊，咱打你那片，能挂他？不行。我们就想跟十万家的掰掰手腕。不行。想挑。你挑战一下自己，你现在你属于是独领风骚，你挑战一下自己。我记得也是替无敌的尽头就是挑战自己。我独领个嘚的风骚啊，我都快拉死了，哥们儿啊！你不是你一开秒十万还拉？逐鹿家人们，逐鹿情商太高了，真的。我先看逐鹿呢，我想骂他两句都是。不好使，那逐鹿那你骂他指定是不行。那我今天我指定得打。哎，别老说逐鹿，逐鹿今天给我唱了《因为爱情》，你看看你是。是不是你瞅瞅那个竹什么时候唱的、啊？那个竹鹿累的，那个竹鹿啥时候唱的、啊？我还没听过这歌呢。你下回你给我你再唱的时候叫我一声，我蹭一会儿啊。行，就是有点费我。费你的话，你降俩调呢。你知道当时要唱这歌的时候，竹鹿咋说吗？竹鹿说没事，没事的。我假声我行，你那个降完之后刚好卡我换成点，那给我磨死了。我没降，那伴奏就那样，我没降。行。哎，好烦啊！
那来吧，开始吧，我跟录一会儿吧，完 Q 跟那个跟丽丽一会儿。行行行，我跟大哥一会儿行。没有 PK 了，哎，能开能开能开组队，能开能开。你跟谁一会儿呢？好了，我跟露露吧。来吧，开吧。那开吧，来吧，我不是五分 ，OK， 行，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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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嗯，行，露啊，露啊，你上点，露，你上点，你上点，不是，这玩意儿我上，咱们收缩，你整点，露，你说整点，我有点难了，我先有点难了，我先有收缩点，整点，但是有一句话就是有卡没屁，收缩，范围宝宝的收缩，你这顶子也太逗了，那。那顶子气势拉得这么凶，我以为咋地了呢？我以为，啊，是挺凶的。水时长是吗？吐口都行行行。哎呀，我操！我操，不对呀！他有卡是吧？咱家还有卡吗？他们又进他 play 的一环了，就了谁一拉我必进他们 play 的一环，就了老惨了，就啊，等咱们过个加成好不好？咱们你看他不勒我，比拼是不是没有啊？这是比拼吗？哦，比拼那用不了卡，哎呀，这把就交给 Q 子了，我是打不动了，哎呀。想水个时长都水不了，真烦。不要担心身体不再正义，因为到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sway， 好像还站在舞台上面。谢秘密的年度会员，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路易V的商店当个 window shopper， 半天不履笑着回忆年轻时的炫耀，唱着 window shopper。太猛了。那顶着有备而来，要不说能张了打 PK 吗？我在想为什么顶着不找我？一会儿，哎，啊，咱俩现在帮我就跑。行，现在就跑。不好吧？不带等他打完的，现在就跑。不好吧？嗯，人升级。你说为啥就咱俩揍揍杨总不好吗？你有那实力，打不过呀那个，不太好打呀杨总。哎哥，你听那酒桌杀手。嗯，酒桌杀手这歌好听。酒杯里面插手，喝酒我只喝大口。Everybody fucking move table killer，酒桌杀手。哎呀，别放了别放了，我现在听说唱我脑子，我今天有点累，我就听不了那些动感的。为啥？咋了？今天咋了？我排完档12点，搁播了一会儿，1:30下了，然后呢3点钟又搁播，然后5点多钟下的，然后晚上9点开播，一直播到下。加成的家人们，咱们挣扎挣扎还能挣扎吗？是，这是。一直播到现在。谢谢大肥姐，还能挣扎吗？就是说。哎呀，挣扎啥了？我是不挣扎了，打不动了。不多不多，5-6个环不多。哎呀，顶子也是没赶着打比赛的时候，他跟我说打 PK。谢谢金主，谢宝，我稍微挣着15升的，恭喜咱们已经15级了，升级呢，行。哎、真的，在活动上，指不定怎么事儿呢。就是。他哪个队的？他是哦，他没有队。嗯，哎，这次没你吗？没我。嗯。咋没你呢？你咋不上呢？没上不了啊，上不动了，哥。我谢谢这个星光降落，谢跑车，谢。哎呦我、好汉不提活动梦。好。也是哈。也是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在哪个队？我地心引力，一半他们那边。咋的了？这个后续是什么个赛程的后续是？就是队长9个队长，一人选手哥，一个组，组员有算队长的话，一共是5个人，然后唱、唱自己选的歌，合唱，然后有还有场外投票吧，谁投、
哦，就是什么晋级的这些。场外投标怎么个投法啊？我不知道公司怎么运营的。需要投标喊我，我框框个动员。他应该都是场外的，场外有应该是专门找，好像是找外面的大众评委吧，去那个什么。谢宝姐，谢大米姐，谢大胆，谢世英，谢小渣。Q 小渣，谢菊仙贝，谢金果，谢狸猫，谢星光降落，谢谢小猫，谢圈姐，谢来来来，谢谢北投小幸运，那么谢谢绵薇，谢宝，棕色的日落，句号，谢说家们，这次谢你们。开麦，我家人们，开麦。谢谢宝贝们在本次 PK 当中送了这么多礼物，谢谢，也感谢大家送的三不祝福，也再次恭喜各位上天。没事，可以了，可以了。咱也去祝福一波，祝福一波。我先给麦克风扣开。咋的了？怎么没有声呢？喂，没有声音了吗？喂喂，嗯，喂，喂喂，哈喽，喂，他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呢？你这俩都搁那张着嘴。迪克那个，你说有没有种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张嘴做一般都张，就是基本就是什么词？哎呀，谢谢我这姐姐，什么啊？哎呀，对，行了，这么高，有嘴了，谢谢，恭喜，嗯，好，有声，哎呀，别长，哎，谢可乐啊，谢可乐，别长，哎，有嘴，整这个，这事儿整。咋的了点儿？哎，怎么了姐？刚才网卡了，咋的点儿？网卡了，网卡了。哎呀，没有，玩会儿升个小升个级。哎呀，没想到我。哎呀，谢谢。哎呀，你就整这个。哎呀，我寻思咋的？下回别整了，不高兴了。下回别整了，行，下回啊，客气了啊。网卡了，这么行啊？网卡刚卡一下子，没事了。挺巧，一回来正好这大萝卜出来，你看。哎呀，感谢，太帅了！谢谢陆哥，陆哥辛苦了，力哥辛苦了，没有，哎，行，辛苦了。怎么奖励呀？那咱就沉淀吧，互相。沉淀吧。咱说那两根大萝卜，你们俩说沉淀，你们俩就沉淀了。两根萝卜，你们俩就是两根大萝卜说沉淀。这俩是贼是土匪呀？说一下，我去了。好，这撩就要撩啊！你说，不至于砸设备，不至于。我手机都掉了，给我架的。小玩意儿。咱就挂那啥呗，就刚才就发那图片，就挂那玩意儿呗。回头我做好发给你，发给你们。OK， 行。做好图。我俩做好图发过去吧，这挂一会儿就行。一个萝卜几天哥？一个萝卜几天？哎呀，那玩意儿，这挂一天就中呗，挂二十就得了呗，挂会儿就得挂。好，回头我做好发啊。行 ，OK 了。行。辛苦了哥，谢谢哥。顶着，这把我俩当好兄弟了，也是，真是喜气喜气。顶着说，哎呀，我有份儿，我必揍地球和阿格里。可乐女神，谢谢，你这会儿成女神了。我说是。顶顶家的可乐女神，她必须有前缀呀，这一块的。前缀必须得带上，是不是？哎呀，说啥呢，陆哥，真客气干啥？不，你说是不是？哎呀，我的天哪！顶儿，哎，你说哥，一会儿再连啊。哎呀，先生，哎呀，先生，因为黑人，谢谢可乐年华，谢。哎呦，哎呀，谢可乐啊，谢。Thank you， 谢谢各位好哥们呗。完了，回头我图出完了之后发啊，完这后头和这挂，不着忙，我这做。行，那好，那咱就今天就沉淀了，到这吧。行，可以了。波波，我问你下一站揍谁呀？揍啥了？哪儿揍了？我哪儿？把我也带着呢，在哪次揍啊？没有，哪有钱揍？就喜欢顶打我，就喜欢顶揍我，不揍难受。没有，顶你揍我小 M 顶。哎，明天盘回来，明天往我身上凿，光凿我啊，凿我，我也吃点医药费啥的。那今天咱就到这儿了，走了，哥哥们。行了，拜拜 ，Q 哥、陆哥、力哥。哎呀，拜拜顶儿，这谁是陆？拜拜顶哥，顶哥，拜拜 Q， 拜拜 Q， 拜拜，嗯，拜拜，撤了。哎呀。
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 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间又混了几十分钟，我天哪，光阴的马车请你 drive slow， 我可我不能怪我，其实他刷了我也不好意思。哎呀，你说这怎么话都没说两句，你说整你整成火箭了？你说，哎呀，练歌吗？练什么歌？我也不想，我也。哟哟，丽丽这啥背景啊？哟，真喜庆啊！哟，过年啦！过年了，结婚了。嗯，没吃晚饭，吃那个东西。就不用、啊、哎呀我啥也吃不下呀，这嗓子咋的丽丽，哥哥那啥，哥哥胀的话想吐，你看看能不能给解就是解决。胀的话想吐啊，嗯，让那个让阿姨抹点锅底灰尝尝。锅底灰你去你大爷的，这个好像真有这个说法。真的真的，这个是真的。包治什么鬼，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包治百病的。啊，你就让阿姨、这个是真的，你就让阿姨把那个锅底拿火烧的烫烫的，烧完之后，然后拿纸擦一下，你不吃了就行了。天哪！啊，真的健康的、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补铁吗？哎，锅底灰好像确实是味中药啊，就是中药，还有草木灰也是。嗯，没事儿，淘淘在给我买药呢。哎呀，淘淘买的药。可是最有疗效的，那可不，桃桃的药可管用了。那你看，还得是桃桃。那么好，哎，阿格里，你看那个分词没？不是，我不买哥，你们的药店关门真早呀。那就明天吧，没事儿。明天哥哥还账，没事儿。行，归小太阳六姐。这词儿咋的了？哥哥不是今天胀完就没事儿了啊？你是胀气呀、啊？是咋的？我就感觉是胀气呀、啊，我啥也没吃啊。打嗝吗？嗝啊嗝气呀、啊！不是你打不打嗝？打呀，刚才不打了吗？有味道吗？有啊。什么味道？水味儿。啊？水味儿，肚子里的味儿。水坏了。水坏。肯定喝的是水龙头的水，补铁。不是妙啊，谢谢。阿格里，你不是唱少年吗？然后呢，要求是自由发挥。那么你想怎么自由发挥呢？就是本色出演嘛。哦，就没有一点就是想加点什么演绎成分吗？不需要，加什么都多余。这就是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好。嗯。人家后面写的了，本段阿格里和轩逸可以有一些即兴对话，不超过四句。主要是我想问，所以这个词儿定下来了是吧？谢格乐，谢格乐，谢格乐，这词儿定下来我就谢。我就想问一下，巨龙怎么发挥？巨龙本色出演就好了。好好好好好好。恭喜喜哥用点时间。谢格乐，谢，是不是？是，有道理。这把是尹妹儿定的这个分词是吧？人家百万调音师分的，可不是我分的。就是得到了尹妹儿同志的同意是吧？我可不知道啊，我刚才刚看见。不是，你首先你得同意，要不然不能进行了。那人家已经抒发了。所以说你现在你是默认呗？什么？妈妈，你说什么？阿姨好，好，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听不见，听不见。我妈过来说了一句今天晚上最暖人心的话，说儿子，今晚你别拧了，明天再拧吧。也就是说，这个分词也是得到你心里的默认，对吧？我压根儿我刚才看，就是那你同意这个分词吗？同意这个版本的分词吗？你们同意吗？我肯定是，我们同意、啊。我肯定是我这个人民主。我们是我是看你反正。啊，举手投票吧。嗯，同意的举手。我同意。啊，一位同意。轩逸呢？我举不了啊、哦。
同意啊。举啊，我没有那功能啊。墨桃也举了，好好好，行，那不、啊、这不就都同意了？你不举，你全家不举，操你妈！那就好办了啊，那就好办了。嗯，那不就同意了吗？这不就？嗯，那就行，那就行。那咱那咱什么时候练呢？啊？不自己练自己的吗？淘淘不说了吗？这玩意儿还用对吗？上去直接就唱啊！啊，不是那个，我只爱睡觉纠结。那个不是那个什么吗？那怎么解决延迟问题啊？用延迟解决啊？哎，能不能重演群啊，格里？啊？你一天天你加个群，你全给屏蔽了。我瞅哪个群？瞅开心。我这会儿把群打开，全是小红点，我不知道看哪个群。瞅幸福一家人的群。哎呀，我真服。哦，幸福一家人呢？嗯，对，幸福一家人的群。这个群。哦。格里，你好，我叫开心快乐。你好，你好，我叫幸福一生。水性杨花。我是老大，我是老二。那就是自己管自己的呗。嗯，俊龙怎么不讲话呀？咱先把咱自己的词儿先练熟练了。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我要带上最高的剑，南篱八景，翻过最高的山。对，人家得要用方言的。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飞到面前。我是滚动狗卡。我是滚动狗打。我是滚到古大高的高的苏瓦西拉森，滚到古大高的高的苏瓦西拉森。那我这方言咋整啊？滚到古大的高的苏瓦西拉森。小女孩是吧？小女孩嘛。国王真他妈高兴呀！哇，家人们，赶忙问他叫啥？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我总共五句词。那小伙想了想，就一句话，他说。巨龙，陛下，我叫。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把我嘴上的宝剑带起，放过最高的山。哦，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闯进国王真他妈高兴啊！忙问他叫啥？墨桃，你不要觉得你词儿少，就那一点点。但是呢、你是精髓呀、我要闯进最深的森林，把火苗逮飞到自己面前。就跟那个卡路里里面一样。我太狂了，记住了。I got a ring。我，咱真这么唱啊？怎么了？这按人家那个来的。不是就这么唱，咱还需要后干嘛呀？需要吗？不太需要。不然有延迟，不弄不行啊。行，我是滚头，我是滚头。我要带上最好的剑。我是滚头，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到我的面前。忙问他叫啥？滚头古大高的高的，滚头古大高的高的苏瓦西拉松。哎，调跟上了。哦，这什么？咱们中气十足，来我试一下锅。咱们这个调能稍微定低点吗？可以啊，没事啊，咱自己调就好了。它原调高吗？能先降它四个吗？滚！不是它原调，它原调好像不高。嗯，不高呀。这歌好像不是很高，因为然后用它高的就那么一段，它有一段吟唱。怎么现在轩逸有高音了吗？谁说滚？喂，轩逸，咱有一说一。谁不谁打拉崩吧，绑的被子不都不拢。我看看。
国王还有啥词儿？大拉崩巴巴的白子布的不子龙，哦，都是老抠，抠他们抠他卡子抠他，都是大拉崩巴板的白子布的不子龙。山西国王，山西国王，哥真的高兴。团哥，公子，公子们也莫拉手当西，手拿当子西的死老横，见鬼了！大拉崩巴巴的白子布的不子龙。哎呀，真土啊！哦，对，团歌你们学了吗？哥哥后面还有一段那个老长的那个，还加速的那个。啊，对呀、啊，写开头的会员、啊，团歌啊，团歌我学了啊。我这个团歌我能直接就唱副歌的那个，就是那个。你就那一句啊？就电音行吗？我给你们垫进去，然后你们唱你们的，你们尽情发挥。不可能，不可能。这哎呀，我还没学团歌呢，你唱就行了，你们。我这歌儿简单，他过来过去，他调调差不多。团歌也是咱们唱吗？他每个队都得唱，每个队都要唱。哦哦哦哦哦，嗯，主要是这后面本段阿格里和轩一可以有一些即兴的对话，不超过四句。嗯，我太狂了，我太狂了，阿格里，我就猜，我就猜到了，你们的即兴是对话，我的即兴是被打败。被打败的叫声，我还得啊啊啊！高毛亮灯啊！什么东西？就是我被打败吗？你们打我吗？我方言吗？哦，龙，龙，龙，巨龙会讲话呀！这个分词的，我觉得对人物，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物设定挺精准的。啊！哎呀，这可不是我说呢啊！我可不敢说那话啊，词儿也不是你分的呀，关键。哎呀，就我，行，那咱降两个可以吗？可以啊，都可以啊。那降四个，你为什么让我滚？四个也太低了吧！恭喜糖豆八甲。不是他有小女，他有小女孩，你再太低了，他夹不住了。不是，我是想的啥？降四个，你声音更浑厚一点。我不需要，这歌低了不好听，主要是。对，少年是哪里唱不了？少年，反正我不唱巨龙，反正我干不了巨龙。你得干，你不干怎么打败巨龙啊？你哥哥说不让我干，我听哥哥的。哥哥说啥我就听啥。不要听我的，听百万调音师的，跟我没有关系啊！不行不行，人家阿飞搬了硬关系才写的这东西，咱不能辜负人家。我站椅子唱啊，我上天台唱呗，唱的更高。你就站在天台边上，觉得上不去，你就一踮脚往前一涌，够着了。踩空的一下是最高的。对。对这辈子没这么高过，下回咱们去蹦极吧。他连激流勇进都不玩，那个、你还蹦极？那个连那个摩天轮都不敢玩呢，你让他蹦极，你不扯淡呢吗？那我也敢玩激流勇进，我不是不想玩，我是怕整身上一身水。那、啊、人家有雨衣啊？对呀、啊，他穿不下，我不愿意。妈的真脏啊，我是不愿意让有东西束缚我，知道吧？我们穿那个雨衣的时候没有束缚感啊，挺宽松的，很大呀、啊、嗯，其实我也能穿，我就没我也想站在那地方给你们拍照，知道吧？结果从头到尾一个都没拍。你说，然后我说，然后问你干啥去了？你去喂海豹了？你说你，关键他也没喂呀、啊。你喂了吗？我喂了。你买那个食了？35块钱。你买了？给六条小鱼儿。我第一次有那种当王的感觉，知道吧？一个小鱼拿出来，好几只海狮弄脑袋冲我叫。恳求我喂给他，摇头晃脑袋。啊，还因为我这条小鱼，俩人还打起来了。哎呦，就争我，哎呀。
多谢三师姐。我想想，咱好不容易去趟珠海，是吧？我肯定要把最快乐的时候要拍的拍照记录下来。拍了吗？你拍了吗？拍了，拍了吗？照片呢？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给我们？拍了发作品，然后有粉丝说：“丽丽，你做了一组缓灯片。”就是我们都没见过，然后呢，你隐藏了？就在作品里呢。啊？没有，他是说拍我们出去玩的。我们说的是照我们，啊对啊，嗯，我们的照片啊，那个激流勇进太快了，没拍着。你放屁，激流勇进快呀、啊，激流勇进还快、啊。他在那个上面还停了好半天。对呀、啊，对呀、啊，我那像素跟不上，那用的周盖的按键。看到你们冷哥跳。我主要是啥，我估计你们下去的时候吧，我光顾着看旁边那个旁边那大姐了，压水花让水浇住了。你是害怕到看都不敢看吗？不是啊，我是不想拍到你们那种就是很紧张啊张大嘴那种样子，很糗的。激流勇进还会张嘴吗？我们可没叫啊。激流勇进还用张嘴吗？那轩逸跳楼机都没张嘴。轩逸跳楼机的时候咱俩可是吃热狗呢啊，咱可是没看他。咱俩可是吃的热狗呢，咱俩不是哥，你说良心话，那叫跳楼机吗？太慢了，也算是个跳楼机吧，小跳楼。他那个过山车还行，那个跳楼机有一点点、那个应该不算跳楼机，过山车咱也没玩啊、那个很慢的，那个过山车太吓人了，主要是过山车。我感觉阿格里直接就死上边了，就看到那集锦，直接昏迷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能坐，我就没想。然后半中间睁开眼，又过去了。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去排队坐那个过山车，都排到了，他说他腰不好下去了，排了40多分钟，最后上了。我说哎呀，加油！咱出门尽可能不要玩那些危险性的东西。好好好。其实过山车我倒没啥，唯一就是疼，因为我瘦，他那个东西老撞我。对，硌的。但是他那个90度确实挺吓人的。我没玩过90度的。好像亚洲就这个一个吧。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垂直过山车好像就只有这个。还有吧，不止这一个好像。谢谢续费的会员。欢乐谷没有吗？我记得是对长龙环球影城应该也有吧，环球没有，环球没有，长龙没有九十度，欢乐谷有，他们说欢乐谷里面有，哦有吗？咱不至于出去玩跑欢乐谷吧？你又啥也不玩？我谁说我不玩？我觉得那次咱们碰碰车那次玩的最好玩的应该是看那个电影吧，呲水那个。好、就是那个去救人的那个是吧？对对对，深水那个，对，五 D 八 D 电影，八 D 哦，八 D 对，幸亏我带了雨衣进去，哇，我刚一上来开始吹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我就把雨衣就套上了。不过也还行。谢谢夏沫开头的会员，周围坐的全是孩子，都是小朋友。珠海长隆好像一般都是小孩去玩的。那边可能亲子多一点，小孩玩的阿哥你都不敢坐。嗯，你看去看那个什么海豚表演的、白鲸表演，都是小孩，都是家长带小朋友去。哎呀，挺好。弱弱的问一句，你们在练歌吗？哎呀，谁得名次啊？啊，不得吗？那几个队伍，人都不满了，你都。谁在乎那个呀？我刚才打探了一下那个军情。哦，哦，哦，是他们说的啊、他们说北野老师战队撤了。什么撤了？说是不参加了。他们说的，不参加了。就情说的。为啥？为什么？然后尤哥老师尤哥说。不能是骗你的吧？他们组上有一个人已经退群了，就相当于就是有四个人，就一战队不是五个嘛，他们现在有四个人。谁是两个队伍吗？我就觉得烟雾弹吧，我都信了你的邪，我都现在参加一个比赛还玩心理战了，我就觉得你要这样，那咱也玩呗，我也退了。
我不参加、啊。咱玩就玩的狠一点，咱四个决裂了，来退了。哎，从今天开始哥不处了。啊，这玩一会决裂了，别人一问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四个到现在没说过话。以后直播间里不允许提起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别问我怎么，我一看见他们三个我就犯恶心，想吐。这样哥，你跟婉安发个信息，你让他把群组给你。然后他问你干嘛，你说群主给你方便一点，然后再把群我要解散。然后发个朋友圈，玩一回嘛，你这狠一点，四个人发朋友圈玩了晦气。真是别人问莫桃的时候，莫桃他们问你说你们四个为什么不玩了，你就跟告诉他们说他们仨跟我傻不到一块儿，性格不合啊，漂亮，智商不合。我靠，我太狂了。I got a ring. 我操，你回复我，你别整得像默认似的。我操，你说话呀。不是，我给你。你整得挺吓人的。我给你们看个东西，等一下。什么东西？哎，我真无语。国王真他妈高兴。估计是哟，这是哎，这是谁？这是谁？这谁呀、啊？这谁家、啊？此刻属于说是这个，加密通话。哎呀，这份工作真行啊，我也想挣这个钱了。要不今天薛姨都让他挣了都有150。哎呀，要不真是我真是想啥也不干了，我就是，哎呀，互联网耽误我了，我这祖安出来多少年了，哎，没啥事儿，我这嘴跟不上，键盘能跟上，其实我这个。我这祖安出来双亲健在人在，我这大遍天下无敌手，我真是我限制我了。这他妈也就抖音吧，那个歪歪真的我是。就是最近呢，就是特别多小号啊，就是不管是依依今天早上说的那个，还是今天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这些人吧真的很无聊啊，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小号，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注册呀，啊，天天就整的带这个节奏带那个节奏，你我们投票的时候你多搞几个小号来帮我们投投票不行吗？那不行，看我真的很无语啊。那你没挣这份钱。对，他不能付出，他还得搭钱呢，他得挣，还搭个人气票呢，还不要在这里挑这个挑那个的啊！现实可能啥呢？没啥工作，有工作呢，可能天天让领导骂，就闲的。生活也是不如意、啊。你说处个男朋友吧，男朋友背叛了；你说结个婚吧，没有合适对象。那看，你说你跟家里人吃饭吧，家里人又不理解。你说咋整？在网络上找点自尊吧，你还没有。你说挣点钱怎么了？别老说。太狂喽 ！I got a ring。这种还是要接一下啊。哎呀，有渠道啊，给我们家人们分享一下，对吧？干个兼职啥的，是吧？你说一块两块一条的也行，不嫌弃，连一角钱都不舍得给人家花。这活儿要送给我，我只能说我就是说直接就是喷到你破产。不然今天挣了150吐出来，真的我惊了。我英雄联盟，我英雄联盟真的就是那个打字一直被禁用打字，对，限制打字，我就没开过。
只要开了立马就被限制了。刚开始先限制你本场，下一次就是三天，再下一次就是一个礼拜十天啊，我那个就没有开过。哎，我就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一下子啊，说我一下子我就从头到尾我就挂机啥也不干，就在那打字。就啥也不干。真的很过分。然后我想说下次黑我能不能多学个人，你一个人带节奏真的显得我人气很低。你多搞几个小号一起去好不好，你就去一个人在那里带。而且吧你一级那个号人家都不关注，真的。你把等级升一升。你说你一级连灯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呀，别骂了，人家也很辛苦的，好不好啊？双安七，人家一天早上要跑工厅里面说，晚上又要到其他直播间说，你心疼一下人家，人家又也付出劳动了呀，挣这50块钱。你把那50块钱匀出一毛来加个灯牌不行吗？这样还显得真一点。那不行啊，那差一口饭吃呢，那不行。好，一毛都不乐意出啊，真事儿啊。哎呀，发一条你得有人回复才能挣钱的，你不回复你这相当于这一天白干，你说多辛苦。嗯，多辛苦，还不如找个班儿。你说搁工地上默默无闻的搬两块砖呢，他一天他也挣70-80。不止，工地上那苦土工可挣钱了，150现在一天搬砖的。土工一点150，大工200。凿墙的呢？凿墙的不好说，凿墙我不知道，但是土工搬砖的就150。然后我四川有个兄弟，150不可能吧？现在一天150嘛，我们这是这个行情，大好低啊！砌砖的是200，咋的？想去干？咋的？找副业了？现在兄弟们，我姨父他们那个工地上好像搬砖都一天400还是500。啊，每个地方不一样，行情不一样。我们这儿大锤80，小锤40，从这儿出去打工的，他就价位就高了。干嘛呢？你在本地干，他就这个价。我问你干嘛呢？嗯，那个他也不是按锤的，按平方的。恭喜等等刘姐。什么？又端起了你的不锈钢？不锈钢杯、啊。哎，这个真的很好，我给你们一人送一个吧。不需要。那真的很好，谢谢。就是我早上打一杯水，我能喝到晚上。我还记得上次桃儿送我一个面缸，我想问一下，你端得动那一缸子吗？就早上喝水的时候要2个手，我现在是1个手喝。凉了吧都？我喝冷的嘛。你没泡点枸杞？我泡陈皮。哇，陈皮真的很好使，兄弟们。我自从喝了陈皮，就嗓子没怎么哑过了。陈皮超级好使、嗯、今儿早上还破音呢，因为我这两天没喝。今儿早上唱那个不什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一下一嗓子，这一嗓子我一个炸弹就给你飞过去了，什么玩意儿。我觉得我也得早点起，我10点钟起来一醒了立马唱歌就好容易破。啊，这头一个就是你啊、对。他一起来的嗓子都糊在一起，一唱歌就破了。也泡，我以前泡，我最近懒没泡。丽丽好像也在泡陈皮喝。我天天喝。你陈皮，你一个陈皮泡几天呢？11的碧少飞仙，谢谢。我一盒大概喝半个月吧。我说你一份你泡几天？一份泡3片，然后喝2天。哦，你泡3片啊？泡3片喝2天、你3片是一整个橘子还是三半？它应该是一半。你放个橘子进去不完了吗？橘子没用。橘子是橘子，橙皮是橙皮，橙皮。那就放个心会干，它是心会干，橙皮是。确实。它只有心会那边的那个干才叫橙皮。人家说橙皮不能过夜。啊，我橙皮也喝2天，因为我那个橙皮最好是别过夜，因为我搜的也是最好一天一换。弹幕上都是大夫。弹幕说：“但是贵啊，陈皮不能过夜。陈皮贵的，陈皮很贵的，贵呀、啊，而且好陈皮，几千块一两吧，反正挺贵的，没有，我都没舍得买。要看产，关于前期6000，他5年陈皮，10年陈皮，对，好的就几千块，我都没舍得买。十年现在市面上也不一定买的是，是吧，淘淘？
我明天给你邮点，我也买不到，好的陈皮买不到的。好的陈皮真买不到、啊、我这个是人家帮我弄的。啊淘淘啊在淘淘那有啊。啊我这加起来没有几两。没事没事。哎呀说那话。我去年倒是喝有幸喝了点但是没了。啊你还喝着了啊。淘淘那是几年呢几年陈皮啊这个人家给我的应该谢小周兄是十几二十年了反正挺久、哦。哎呀那得老贵了。哎呀这咱喝不上、嗯、你说。哎那你看。咱就没银妹的命你说。他没那么多。我也就去年命好点今年也没那命。他没银妹的命你说哎呀。不是，没事，自己买，自己买。嗯，我给你们邮点小青柑吧，小青柑我这。哎，不用不用，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哎、小青柑有一点，小青柑有一点，陈皮真没多少。不用不用不用，你有哥地址吧？啊、哦。啊，桃也有我地址吧？谢谢友善桃儿我记得好像上有地址好像我耳机就是拿过来了啊有你说就巧啊你说那就给你看看哎就是需要的时候他就有你说就本来不想要你一聊到这你说都有你咋整、哎、那你看桃儿家里还有啥呀你这么问就过分你这是药丸不是我们家什么比较多啊就是茶叶你们又不喝、哎、茶也喝喝茶好、啊、夏天了就天天喝茶天天泡啊真夏天就适合喝茶、啊、你那是还是啥白凉茶吧有没有白茶啥没我这就白茶喝对啊他那就是白茶嘛、哎、白茶好喝白茶好喝、嗯、白茶行啊哎呀我就一直想喝人白茶哎呀就是你是咋喝银针银针没有但是有一些新的毛尖那呀毛尖也行毛尖好啊可以毛尖我以前在网上的新闻上老经常看什么哎呀毛尖这那好的哎呦就是贵族人家都喝毛尖那哎呀、嗯、人家还看成品、嗯、对吧嗯看那个叶子看品相哇那你看那哎呀那品相好的人家说真好喝呀最主要是这一年产量才多少啊那对呀你看看哎呀真是一般人喝不上就只有桃家有你说哎呀没有我也是在这个店里买的哎呀就你看都落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来你看落到这儿落点别的看还有啥所以把地址发我我就没你地址你没我地址哦不对我有你地址我给你买过东西我靠为什么有你们三个地址啊为什么我都有啊身边铃响了身边铃响了阿飞那儿没有没事你省一份儿我突然想起来你的地址我也有还有啥还有兄弟们还需要点啥哎呀还差个两倍那我就差个蚕丝的四件套了那我就哎呀你看看桃家、桃家应该没有我自己没睡过哥、哎、这天一天比一天热呀这天我还差个凉席、哎、我现在盖的还是冬天盖的被子就有点热哎呦这你给你捂出痱子你再我天天开那个大空调盖大厚被子我受不了了你每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那爽身粉抹一抹小孩的呢啊别捂出痱子别说不等桃的吗桃儿去给阿格里买个爽身粉行宝宝专用的呢重点不是爽身粉是空调被爽身粉现在就给你下单啊等一会儿啊别桃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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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你把那个啥陈皮啥的茶安排在那边桃琢磨有这几个好兄弟是我的荣幸哎呀好多人都换动补了我就差个房子你说啊这样你买张票去岳阳我那边还有一道空的房子我过给你
那多好呀，那多好，那多好呀，那不行，那不好。你这样，你这样，轩逸啊，轩逸，你如果特别不想去岳阳的，你可以先去一趟，让他把房子过给你。我如果你待着不舒服呢，你再给他卖了，然后你再回内蒙。咱拿着那个钱呢，咱在内蒙再买一套。哎，别说，哎，咱别说啊，桃真是好兄弟，那你看看，真好，真好。哪儿不舒服啊？房过给你。真好，真好。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敞亮的话了。哥哥，胃好了吧？哎呀，一下我就舒服多了。不胀了吧？有这么个好弟弟，我一下浑身舒服了吗？这。真好啊。我吃点水果往下顺一顺，有点胀，越吃越胀，是吧？你还不如喝点热水呢。喝热水也胀啊，关键是慢慢喝。我的妈，真酸呐啊啊！酸点好。妈，这个是啥？酸儿辣女。这猕猴桃啊，这猕猴桃怎么这么酸呢？猕猴桃不甜的吗？辣女，你这样说来，这是什么？行，酸辣女挺好。菠萝还是那个凤梨呀、啊？不知道。嗯，应该挺健康的吧？现在。哎呀，我去，酸死我了！眼泪给我酸出来了。位置正不正？你吃吧，你吃吧，我不行，我有点胀。我吃不了。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不要谦虚，拿去吧，吃吧。你吃不动，你也一直在吃啊？你也没停啊？一边说吃不动，一边扎，一边往嘴里放。明天就吃不上。这不跟我妈似的吗？带我妈，带我妈买衣服。哎，我不买，我不买，我就上去就必行，不行，必行，必须买。我妈我拎好几袋出来。我说是真没客气。恭喜万岁！真是我妈，我带我妈去买衣服也是。我妈说不用去，不用去，不用去。一边说不用去，一边往车上坐。到了商场说不用买不用买不用买，来我这个试一下。不是最主要啥，我妈来一句，哎呀你看看你孩子大了，你看我还你花钱我还有点舍不得，我连一兜子，我说你也没客气啊，你也买这么多。结账的时候还要非要走过去问人家贵了吧。我真服了。咋了，躺着不说话了呢？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想给我们寄东西呢。不是，我在想我下单呢，我有下不了那个，我没多少，我回头去那个去那边给你们买。谢三宝给你点亮。哎，我都不用了，我开玩笑的，我不用了。开玩笑，真开玩笑，不用。阿格丽那儿也有白茶。嗯，不，你们不要陈皮吗？那不要茶，不要茶，不要茶，好解决，茶挺好解决的。茶我跟你说一声就好。我这茶不要不要不要，我家有陈皮。对，陈皮我陈皮的话，我家没有。你放心，这兄弟，你放心，桃轩一家有房子，嗯。陈皮，你要陈皮，你要非要过户，那我也行。咱家有没有陈皮的？有了。完了，有了。有，你咋没给我泡过了？人家说天天喝陈皮水，人家嗓子都不哑。陈皮，你煲汤也行。他们说陈皮泡汤煲汤，行行行，我家也有，不用了啊，不用了，煲鸡汤。他们说陈皮煲汤挺好的，也挺好的。那种陈皮行，你这种晒干了不行。哎，广东人煲汤是真好喝呀。新陈皮我这也有，那个汤是真好喝。新陈皮煲汤好喝，你老陈皮我这也有新陈皮，晒干的那种煲不了。去年晒的好像还是。广州人确实没有粥啊汤啊，对，那个熬的汤真好喝呀。这边很有意思，他们就是你身体有哪里不舒服，你去那个药店，你跟他说我哪里不舒服，你能给我拿一副药，我回去煲汤。谢谢水蜜桃店长，水蜜桃我就不吃了吧。正常的呀，因为中药煲汤和煮中中药也差不多。水蜜桃不想吃的话，主要还是没到季节。我记得我姨妈他们给我做的那个叫什么？是什么麦冬什么配？水蜜桃不用给大哥寄了啊。我就记得上次去广州喝的那个皮蛋瘦肉粥，那个米饭粒儿都是碎的，煮融了，你都看不着米饭粒儿。喝早茶，我靠，那个粥是真的香。我好久没有喝早茶了，哪有陈皮了？哦，这不陈皮吗？杜窝那吗？这不，
这不给我泡呢呢。哎呀，给这泡的这。你哎哎哎哎，妹儿，人家保质期就24个月，你不泡就不过期啊。陈皮不会过期的，妹儿。我喝了有。妹儿，放的越久越好。你那陈皮拍个照投出来，我瞅眼啥样的。这个包里有。拍个照啊，我瞅眼啥样的。我这个还挺多的，不用给你们寄吧。我这一大包。恭喜拉拉七姐！来，来我拍个照，来我拍个照。这个是不是是不是那个什么？拍错。恭喜拉拉七姐，那才是包粥啊！一粒一粒都是白粥，我们的粥全都是一粒粒。米不一样，北方跟南方还是不一样。米不一样。那这还挺黑的。这还挺黑的。广东人的冰箱一半是药材，所以广东人长寿吗？那我就不太清楚。反正好像这边人身体都挺好的。这样讲的话，应该是身体都挺好的。这边人反正身体都挺好的，没接到，就老头老太太早上可有力气，他跟你吵架声音老大了。这什么？陈皮啊？陈皮。你这个陈皮怎么跟我这么碎不一样啊？它叫条状的，不是块状的，它是条的，一条一条的。我们是片状的，就是，对，它是切成条状的，它不是。我那是一整个三瓣儿。嗯，它这个切成条状的。新会陈皮是有，只有新会的叫陈皮，外面的不叫陈皮。你可以喝喝看，你要是感觉一周下来没什么效果，这可以停了，没什么用了。好，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嗯，也是配凉茶喝的，对。这边饮料都是药，凉茶好像也算是。妈妈，人家说这个不行，不是不行，你喝一下试试，你喝一周试试。弹幕说这个不行，哥哥，这个是普通的中药陈皮啊，熬中药用的。人家说这个不行，这就是一般的，不是。我，丽丽那个还可以。我这个也不是特别好，他广告上打的是十年。哎呀，我这个不行的话，你们都有是吧？嗯，我这个是这样。哦，没事，都有就行。你们都给你寄点呗，你尝尝，挨个尝尝，看看哪个效果好。我就是说你们有就行。一家喝一周，然后最后评比一下哪家好。下回我去那个广州这边有一个茶叶村。我去那边可以找一找，看有没有好陈皮。嗯，没事，我就问问。我就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个、今年有什么好茶、啊。我这可能没有，我可能还没摸桃那个颜色深呢。哎，我拍给你们看看。这是陈皮呀、啊。哎，我的跟你差不多。我看着是锅巴呢，我以为。妈妈，人家这个才叫陈皮。你过来看看人家的陈皮，咱那就一看就啥也不是。你看人家这个陈皮，你看。嗯，人家那年份又长。阿姨不要听他乱说，你的陈皮是最好的。年份长贵是吧？那你买的便宜的是吧？贵下丧气气，恭喜！好几十块钱了。哎呀，你这也下血本了，你真是。哎呀哈，呵。我妈花了几十块钱买的呢，不准嘲笑。干啥呢？你们真。墨桃干啥呢？你们仨干啥呢？墨桃就在我们身边。他在抠屁股吗？人家那个比咱们的沉吧。墨桃在抠屁股吗？他正常，就是我跟你说啊，正常十年陈皮口感啥样的？就是有一点苦，有点涩，但是回甜。但是回甘。回甜。回甘是吧？Oh, 我妈的陈皮顶多是今年的，还十年的陈皮，回甘甜就。我妈的顶多今年年初，哦对，妈就是今年的，我看见上面的标的了，五月份的。哎呦，你这个跳黑啊！这个啊，你看上面日期，五月份，今年五月份的。你这个行啊。No， 这个黑里透着红呀。没有，这是光的问题。不过它这个确实是红皮，它是红皮。那咱也不能放十年再喝呀。这个红皮更贵。我去拍一下我的。嗯。你要是这个陈皮的话，你可以优一点。这个就很少，这个很少。我这个是纯黑色呀。它是黑红。
这个挺难买的，这个应该更贵吧？这个是最好的，应该是。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时间长的话，这个确实是不太，据人家跟我说，确实是不太便宜，有钱买不着的那种。我喝陈皮是羊桃啊，就是我喝完了之后，喝了一周，我咳痰，每天都咳。我家粉丝说，跟七妹说，七妹来个地址，我给大哥寄。我看见他那陈皮，我真闹心啊，什么玩意儿？哎呀，怎么了？看不起我妈几十块钱买的东西啊？怎么了？献丑了，不好意思。花钱呢，我妈一天输赢六块钱，老开心了。那几十块钱，好几天麻将锅那钱的呢。就我这陈皮打开，那味儿都不错。哎呦，你们这，我以为我的那个已经很黑了，你们这是纯黑呀、啊。我那个感觉就是刚从橙子上扒下来的。轩逸这是薯片吧？跟你那个有什么区别？它颜色还挺好的，颜色比我深。这个还可以。我以为是锅巴呢。还行，我喝着反正，你说有效果吧，哎、我也没觉得。苦吗？你说没效果吧？瓶子放好，没有，我瓶子里是另外一种，这个有一种，我有三个陈皮，哦，四种陈皮，所以分开放的，我没买瓶子，有新陈皮，然后产地不一样的，然后年份不一样的。哎，我太宽了我。没事，不用给哥寄那最好的呢，不用。我不知道哪个好，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个好。看到你们两个挑。反正妈妈，你觉得除了新陈皮都挺好，新陈皮我也没喝过。惭愧不？啊，你那一袋还没人家一片贵呢，你。哎，陈皮越放越好，对，放瓶子看起来贵。我瓶子里的那个是我现在喝的，那个瓶子里的，那个相对来说没那么贵，那个会好一点。太惭愧了。这个是放的，好友没咋喝过。陈皮还不错，这个也挺黑的呀。哎，这个看着也挺不错呀。轩逸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也挺好的。嗯，是吧？我这是新宝堂的。对对，你知道你还买那么便宜的，你这会儿对上了你。太贵了。哎，但是我怎么觉得轩逸这个有点发霉？是拍照的问题吗？光这个看着还可以哎，光的问题。这个跟轩逸那个有点像啊。嗯。光的是。轩逸那个肯定要跟轩逸的像啊。这个不是轩逸的图，这个是粉丝发给七妹发给我的。收严，放瓶子，但是他们说不能密封，陈皮你得留一个通风的地方，就是密封也不好。15年的好心疼，广州会潮，我都放柜子里，我放茶叶跟放陈皮的地方，我放那个防潮包了，因为我茶叶也挺多。桃的那个贵啊，哦，桃的那个是最好的，人家弹幕说了，桃那种是最好的，黑里透着红。这个不是我最好的，最好的没给你们拍。哎呀，你这怎么还隐藏着啥意思呀？哎呀，没事，哥哥不能要你的，跟兄弟们有秘密了是吧？哥哥不能要你的，哎呀，你把我们当啥了？啊，哎呀，有秘密了，你这么的桃，明天我就搬家。哎呀，前脚刚说了我们四个决裂了。我没拿那个高，哎呀，那个高后脚就藏上事儿了。明天我就搬家，不住这儿了。哎呀，那个高我没拿，他那个高放的地方高。行行行，条件真好啊！哎呀，那么高是咋放上去的呢？搬椅子呀，我搬椅子呀。啊，咱不到。你家好，牛皮房子大房子啊，层高那么高，我们家那层高，我就不用搬椅子。哎，我就问问，我没别意思。嗯，茶叶不是茶叶也分的，妈妈绿茶的话这个陈皮也配叫陈皮吗？茶叶绿茶放冰箱，你像那种白茶，然后普洱那些啊，这个也能配叫陈皮吗？这个绿茶放冰箱，那叫橘子皮。绿茶是要放的，绿茶是要放冰箱的。我真服了。我妈拿的那个一整包那个凉茶，就泡水的，里面乱七八糟啥都有，然后过来跟我说，看儿子这个陈皮，看了半天不对，儿子这是橘子皮。我这陈皮泡出来还挺好看的，就是那种金黄色，像油一样，比那个油的颜色要深一点。我这个还行，我说啊，我之前买了一个保温杯，我就出门也泡陈皮，
然后后来我把那个保温杯保温杯给他打了。保温杯泡陈皮也行。嗯，我这次去山西，你买了没？看到你喝几回？我天天喝呀，我陈皮，我这次去山西当水拿保温杯。还是湖南的，在广东。嗯，哎，在湖南就是东北的，嗯，在江苏。羡慕。嗯，